来到决赛圈了，还有十个人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他咋不动啊？怎么跟大傻子似的？这个人蹲着呢，让我撞。牛起来！大家好，我是炮星，今天我炮某人又来到了科学创乐园。今天也是国庆节了呀，炮星祝各位小粉们国庆节快乐！现在买 M4， 来人了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来一步啊，直接干倒。外面有枪声，菊花拿来！哎呦，这躲进去了，反应还挺敏捷的呀，小伙子。扔个雷把他吓出来，想被我打死还想被我雷炸死，自己选吧。这么想被我雷炸死呀？好吧，成全你。来这边找一下 KD。Hello。哦呦，我的传说中的拜佛描边，没见过吧？嘿嘿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看来我不得不射一发了。噔，直接射到垃圾桶上面。哈哈，我看到人了，还搁这趴着跟王八似的。你六爷来了，直接带走。哎呀，这个模式已经被炮星玩的出神入化了呀。貌似有人跳伞了，复活了，再送你回他老家。哎，虽然炮星也是很久没有玩吃鸡了，但是这个枪法还是稳的呀皮。这小子怎么肥得跟猪头似的？来个六倍镜，原地来人了，正好给我当个靶子打一下啊。哎呦，人家跳呢你，去试吧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炮星的六倍压的是不是依旧很稳呢、啊？怎么还有人呢、啊？再一个杀完了吧，我都杀了七个了。机马开门，再填一手终极物资，咱们就撤离吧，马上来堵了。这边有两个宝箱，这个物资我还带不走呢，先来一个三级套吧。来，有果子，真香呢。这边还有一把 P80， 哇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冲锋枪呢，兄弟们，拿来吧你。再应该没人了吧？我们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臭小子想阴我，居然没看见他。没事没事，咱们恢复一下健康。还好有的 P80 比较稳啊，去死吧！你们这帮臭多了还不走？走了走走了，兄弟们准备撤了啊！看一下我们的特斯拉，哎，山顶有人，怎么火力这么猛啊？哪里打我们呀？右边。看到了，三个，全都是我的，你们谁也别抢。其他两个，让你们打我。躲什么东西啊？跟那小火车扫了不挺欢的吗？这回怎么成孙子了？耶嘿，这个小身法挺好的吧？还不是被我拿下了？再见再见。哎呀，我们14杀了呀，看看这把能不能拿个20杀呀？哎，后面有个鸡蛋，两个人，不得了了你啊！我的特斯拉你敢撞啊？这回死了吧？嘿。来到决赛圈了，还有十个人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他咋不动啊？怎么跟大傻子似的？这个人蹲着呢，让我撞。牛起来，嘿嘿，这叫牛博士杀敌。这决赛圈怎么回事啊？都得我来找人杀。这楼里面做饭呢，这么大烟，别把房子点着喽。要不要请我们进去吃饭啊？哎呀，这么不待见我们，那我就来给你加点料，大火收汁，准备吃人啊，把你们烤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20杀了呀，最后两 KD 有的有吧，毕竟分享才是美德。哎，好吧，还是得我来呀。现在是22杀，这个数不好听啊，再来一个，给爷去死吧。哎哎，我都打中了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子穿着八级甲吧，什么情况呀？哎，我还是22杀。